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边小子。有粉丝让我去测试一下，步步为营里的地宫载具能不能从里面开出来？就是有石板跑酷的这个地宫。小子试了很多种载具，从外面都没办法开进去，里面开出来倒是还没试过，但感觉应该也不行。不过外面都进不去，应该如何把载具开进地宫内？之前一期就有提到过，通关步步为营后，载具其实可以从后门进去。不过只有摩托车好使，只需要把摩托开进这个洞里，就能顺着底部通道到达第一关，开上楼梯后就可以上去了，一直到出口位置，看看会是什么答案。好吧，答案是不行的，看来洞口阻挡物是双面的，不管是进是出都没办法。然后粉丝还有个疑问要说一下，把摩托开到跑酷第四关上打爆，会不会被推下去？测试发现这楼梯开不上去啊！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试。好了，我是南美小猴子，视频最后还是那句熟悉的台词。